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胡昌敏，欢迎您收看美南新闻。2月22号正值正月十五元宵节，休斯顿侨胞迎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裘元平主任及中餐繁荣访问团，为大家送上新春年饭。除了弘扬中华美食文化，也为海外的华人华侨带来家的温暖。这次休斯顿春节送年饭活动由江苏省侨务办公室海外汇侨工程中餐繁荣基地、休斯顿美国中餐行业协会、休斯顿华驻中心共同承办，休斯顿侨社、中餐业从业人士和广大侨胞共同参与。这次繁荣中餐春节送年饭活动将邀请休斯顿华人华侨精英、侨团代表、台胞团体代表、休斯顿主流社会政要、知名人士、中餐行业代表等共襄盛举。中国烹饪大师周小燕教授等淮扬菜名厨将为休斯顿华人华侨展示中餐厨艺，奉献国宴级的年夜饭。活动当中，为推广中餐文化做出贡献的休斯顿中餐业人士颁发感谢状。这次活动是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首次举办的春节送年饭活动，为休斯顿的华人华侨送来节日的盛宴、新春的祝福，把家的味道带给海外的华人华侨，为提升中国传统春节和中华美食在海外的影响，提高当地中餐业整体水平，弘扬中华美食文化。国会议员 L Green 代表林富贵带来国会议员给休斯顿餐饮协会会长 Sally 的贺电，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裘元平主任与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李强明大使见证。